跟那个现代化的稍微快一点，鸟巢一点，要的话就是慢慢的去那个是最好的。花瓣呢，花朵呢要有疏有密。花朵是可以根据整体的需要来添的，有疏有密，疏密是很重要的，要刷要满，对，花蕊。花蕊对，花蕊要硬，要像个像老虎的胡子，胡须叫花蕊要像胡须。花呢，不能全花的是好花，那你总有一两朵残花败柳的样子，是，有啲缺咗嘅哈。花梅花呢是最难花的，是越少越难花，知道吗？越少就越难嘛。八大山人曾经花过3朵梅花，一个老树桩，你知道吗？八大山。旁人看不懂，八大山人。嗯。旁人看不懂，这个是一个老树桩3朵梅花，后来就有人把这个3朵梅花样子拿下来，摆在这里也不妥，摆在那里也不妥，还是他画的妥，他摆的位置对，是，哎呀，这就是画梅花树就越少越难画的道理。系，越少越难布局。哎，这位置摆不好，你就不许十米不放出。有的是下面的，朝下面的，四面都有。我看啊，这里还要加一点，不加就。画作是最容易学的。但是这么画好了也不容易，就是是，每个花园水要多一点，基本上就是个小字花套，就是个小字，花套，哎，一个大，两个小点，哦。哎，点了它。这个画就好像站在上面了，是，哎，没有画到这个画好像是飘的。真实感强好多了，哎，这种感觉渐渐就出来了，是，对吗？
那个一般来说的在学问里的我是自校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在学问里呢，他经过严格的教育，严格的色彩教育，知道怎么样的把那个色彩运用好。我呢就差这么一点那个自己装作。你是从哪儿学的了？啊，是从哪儿学回来的？学回来啊？你学、不是学校的？学花一方面要自己要悟。哦、你看看一朵这个花就好像很娇了，你捏在树个树枝上了、对吗？有说有灭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有说有灭、最后的最后就是最后树干要加美一点，树干要加，因为显出它的苍老，有的是长点，有的是短点。加工落去等佢，就显得它老多了。系啊，老壮一啲。树不老不好看的。树要老先好睇。这个栏杆上还要加点点子，好像自然界中生活的样子。加啲点落啲树干度就自然啲。有的老干就无枝，没有花啊。系，啲花蕾嚟嘅，你可以当系花蕾啊。对。画咗一啲树枝咁样。整个构图要像个三角形。整个构图要似个三角形。基本上要像个三角，有各种各样的三角，有这样三角，有那样三角，你们聊一个三角形，你就是画个方方正正就不好看了。是的。下面就题字，我这个画呢真的用不面，加个字呢稍微空一点。冲寒微访梅花信，这刻得很好的，拿出来。